这个这里都腌的吗？油在这里加吗？啊，对对，直接加上。哦 ，add oil。Dressing。Add oil。这也一样。Add oil。Add oil。还有哪里要加油吗？别的地方不用加油了。里面呢？里面就都会，发机都会把你用机油都会这个防油全部会加好的。他到时候自己说到机器要每天要加油吗？这个要在环油上加机油呢，过个两三天、三四天加一次油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下面这些里面不需要过几天加油的配件没有吗？都不用、这个过个半年一年要过油换掉。This part after half year or one year need a change the oil inside. Lose the screw here. 我带出了这个。然后其他都不用加油了。对对对，这里面有要半年一年再换一次。反正他平时开机护理的话，就是一个这里加油，一个是这里加油，然后一个就是这里加油。其余的我都会环油保险护理。其余都不用加油，就他每天工作都不用管他了，就这么几个地方，那边也是一样的，那边就那几个地方。四公司啊，就好了啊，其他没有什么护理的要求了。其他我都会有办法。哎，好的。